你慢点啊，好不好？有空打给我啊。 妈，好久不见。妈说我变了，你倒是一点都没变，还是那个脾气。谢谢你能来。嫁人以后，我们就真的是两家人了，从此各不相干啊。我不忘，没关系。妈，反正我知道你跟安琪也是这么想的。 我们今天就当演戏吧，这场戏演完了，我们就各走各的路。安娜，程浩，这是我的养父母，看上去人还不错。我的未婚夫，就是眼光不好。不好，怎么会挑安娜？董事长等久了吧？我们先进去吧。 这二位就是安娜的父母，这位是我的父亲。好，二位好。快请坐。服务员，上次备茶。爸，双方家长见面，陆曼青也要参加，别让他以为因为上次的事情他就可以得寸进尺了啊！我可不想再见到他。他已经来了。 好心雨，她怎么会在这儿？她是安娜的妈妈。你早就知道安娜在那里，对不对？那天遇到你，根本没有什么客人，你就是在等她，对不对？ 他只在乎他自己，他连被他害过的姐姐安琪都不认了，又怎么会认你？拜托你醒一醒好不好？难道这不可能？ 李媛呢？我再三的考虑，我觉得这种场合我还是不去的好，以免影响陈浩的情绪。我有点头晕。没事儿，那我先回去了。
安琪，你现在有事儿吗？好，好的。不好意思，突然把你叫出来，没有耽误你工作吧？啊，不会，我看您脸色不好，是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没事儿，我没事儿。今天董事长去跟我父母见面了，您不用去吗？我现在还不是程浩的家长，还是不出现的好。程浩对您还是那种态度。程浩他现在不接受我也很正常，我还是不谈他了吧。安琪，我是担心你和程浩的事。我也有所了解，事情已经变成这样，你和安娜以后该怎么相处啊？没事啊，夫人，您不用担心我。其实我跟宋承浩之间也没开始过，我没事的。我听说你和安娜不是亲姐妹？对，安娜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。那你的生父是今天董事长去见的那个人吗？那个是我们的养父，我们的生父很早以前就去世了。啊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我对他一点印象也没有，连照片也没看过。是吗？我听云溪说安娜是你的生父和他原配生的女儿。我们也没想故意隐瞒他，但是上一辈的事情有些是说不清楚的，所以。那安娜的生母呢？安娜既然不是私生女，她为什么要撇下她？这个我也不太清楚，听说是因为迫不得已的原因，所以离开的。安娜后来改名叫马安娜。你们的生父是姓马吧？对，他叫马元斌。难道马家的人都死绝了，对安娜就撒手不管吗？夫人，你毕竟安娜是要嫁到宋家，我想对她多了解一些情况。夫人，你还好吧？哦，对不起，突然把你叫出来，问了你那么多的私事，你还要上班，就不耽误你了。那夫人，我先走了。你怎么会跟我开这么残忍的玩笑？安娜既然是我的女儿，那个贱女人竟然收养了我的女儿，她的女儿又跟我的女儿抢同一个男人。不，安娜已经得到了她想要的，我不能去认她。不，不能去。
安琪，怎么样？你怎么回来了？啊，你说身体不舒服，要回来休息。我跟他们见完面就过来看你。没事，休息两天就好了。那就好。安琪，谢谢你的包容。你们谈的怎么样？哎，婚礼的事情都已经定了，我们就是随便聊一聊，了解一下双方的家庭。他们说什么了？安娜是领养的，有没有说关于他们的亲生父母？他们是怎么说的？哈，他们没说什么，大家都是第一次见面，既然他们没有主动提起，我也不便多问。也是。曼青，你真的没事了吗？那脸色很难看的。我没事儿，就是有些心烦。烦什么？是陈浩的婚事吗？陈浩这门婚事，你觉得是不是太仓促了？既然都已经定了要结婚，早结晚结都得结，随他们去吧。可是。可是什么？没事儿，没什么。嗯，那我就先走了。李元，如果我是说，如果安娜没有怀孕，你会不会同意这门婚事？那我当然不会同意。为什么？你不喜欢安娜？我喜不喜欢安娜不重要，关键的是他们俩之间不相爱，起码的是程浩就不爱安娜，这将注定是一场不幸福的婚姻。